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天我們很高興請來了美國維康集團的總裁 Lily 小姐，跟我們一起介紹一下美國維康的產品。 Lily 你好。主持人你好，大家好。其實維康已經上過我們天下衛視很多次了，而且每一次觀眾都非常喜歡，特別是你們的靈芝王，我可以說得上是即除了加州之外，很多不同的州份都有人在買，而且是整天貨都是供不應求的。究竟靈芝王和其他同類型的產品有什麼分別呢？你這個問題很好，這個問題，因為我的靈芝王呢不單止是加州啦，全美25個州呢都是很暢銷的，因為同類產品其實靈芝都有很多的，特別我們廣東人喜歡用那些靈芝來煲湯的，其實你煲湯呢你那些純度的含量其實不到那麼夠的，即失去了在煲湯裡面就失去了很多本身的成分。好像我的那個靈芝王裡面的破皮包子呢，那個純度非常之高的，最主要它裡面的最有效的膠心鐵靈芝菌粉呢，這個是多媒體呢，那些對那些人的免疫功能方面呢是增加很快的，所以呢不同呢就是我入邊不單止個膠囊入邊呢有破皮靈芝包子啊、赤靈芝粉啦、仲有巴西嗰個五用嘅，五用同嗰個冬蟲夏草，大家知道呢啲都係好名貴嘅，所以放一粒入邊啲高純度咧，就好過你煲啊幾十次湯嘅。而且咧，我相信即係配方嘅配合之餘咧，佢純度啦，頭先 Lily 講嘅純度係好重要嘅，因為市面上有咁多唔同嘅產品，咁你買邊一種好咧？咁多唔同嘅價錢，你就要揀一個純度夠高，而你可以吸收到更加好的，是不是？因為啲產品不同，好像我的氣米花旗參咁啊，從幾十磅、幾十蚊一磅到兩千幾蚊一磅，嗰啲效果係絕對不同的。好，另外啦，我有一個即係唔知道好多廣東人冇聽過嘅詞匯，就係亞即係叫做亞健康啊，就即係話好似我哋啲都市人成日生活喺好似健康與唔健康之間，好容易就病啊、失眠啊、便秘啊等等。咁我知道其實靈芝王就好幫到呢一啲亞健康嘅病徵嘅噃，係咪啊？係，你講得好啱，因為好多人話即係話手臂啊，覺得係頭暈啦，係容易疲勞啦，覺得唔係病嚟嘅，好似我瞓下就好噶啦。總之有啲人瞓一覺，第二日咧就人走咗咧。所以我哋話亞健康咧，即係平時保養身體係非常之緊要噶。好似我啲維康靈芝王咧，佢就係即係對嗰啲人體，即係嗰啲便秘啊、失眠啦、好似疲勞咧呢方面嘅效果非常之快。唔單止即係通常正常咧都係就係三至五日。喺個瞓覺嘅質地就絕對唔同嘅，好似嗰啲有啲人住嘅新屋舍，有個張先生佢係做 engineer 嘅工程師嚟嘅，佢嘅失眠十幾年啦喎，咁啊佢啊就話咧試過佢話日日朝到一點鐘就醒㗎啦，咁啊佢服咗我啲維康靈芝王咧，佢話得五日十幾年嘅失眠咧就改善咗好多，非常之開心。加上佢高血壓咧，都係慢慢正常咗，所以我啲靈芝王唔單止對嗰啲便秘啊、失眠啦，特別好多啲人咧對嗰啲容易疲勞，下晝兩三點食完飯特別想瞓覺啲人咧，就效果更加好嘅。冇錯啦，我哋中國人都知道靈芝係非常之有效，係預防同埋保養身體嘅。咁另外咧，就我知道好多咧，我認識好多係有癌症啊，又或者係有朋友係有癌症嘅親人咧，咁佢哋都會食靈芝喎。究竟靈芝王係咪可以幫到咧？係啊，因為靈芝王佢唔單可以全方位咧提高你個免疫功能啦，最主要咧佢係阻住嗰個cancer 細胞去發展嘅。好似佢嘅cancer 細胞慢慢啊，身體好咗咧，抵抗力加咗咧，佢就會慢慢死咗嘅，就唔會話生長發展啦，可以擴散到其他地方嘅。所以我啲靈芝王咧，好似住香港嘅銅鑼灣嘅楊先生，我講好多次啦。佢個細佬係嗰個前列腺 cancer 嘅，當時醫生話半年，但係而家已經六年過去㗎啦。咁佢一買咧就買成啦百幾套，俾嗰啲鄰居，你香港高樓大廈多啊嘛，佢周圍鄰居睇佢身體咁好，就好開心。所以咧而家到咗呢個聖誕新年咧，只有打我啲維康嗰、那個holiday 專線咧，就係1-866-583-9333咧，我哋靈芝王今日買四送四，加多兩樽，即係佢哋大熱禮物俾大家噶。大家記住啦，1-866-583-9333，今日咧我哋天下衛視嘅觀眾就可以攞到呢一個靈芝王嘅優惠。今日再一次多謝曬 Lily 你嚟到，多謝大家。